详细一点点。那既然对方是女生的话呢，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把两腿给掰开了啊。大家好，我是胡服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在我的节目里头呢，除了变形金刚之外呢，就属无二 Toys 推出的猛兽侠系列还有万能侠系列呢是常客了。那么今天的话呢， Megabox 呢终于推出了 Power Loader 还有这个异形女王啊。那这个 Power Loader 的话呢，会在下一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的话呢，我会来做这一款呢我个人期待度比较高的异形女王。那么盒子的后方的话呢，都有一些相关的讯息哦。如果你这个变形的话呢，不知道怎么变呢，你也可以扫这个啊，这个二维码。但是呢，我的讲解应该也不会太差了啊。那说明书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啊，而且是这一次的说明书呢是会反光的材质哦，跟过去 War Toys 那种消光的材质呢是不太一样的。那变形的这个讲解的话呢，我认为还算可以啊，基本上呢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去了解到的。虽然它的变形的话呢稍稍有一点复杂，但是呢我必须要说，相较于它之前推出的这一款异形普通的这个异形的话呢，这一次的异形女王在变形方面呢可以说呢是比较人性化，这个的话是比较反，也不能讲反人类，它本来就不是人类啊。那么上一次的话呢，因为可能资料做的不是很详细，它里头的这个类似人脸这个部分应该是异形第三集的一个梗了啊。那两者的身高比例的话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啊。大小的话呢，感觉上呢异形女王高大的非常的多，但变成 Megabox 之后的话呢是差不多大小的。那这一次的话呢，女王是有附带盒子的。那我们的话呢就把这个小异形的话呢放到旁边啊，这一期的话呢就让它做一个背景吧。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款异形女王，首先的话呢，它用的是一种透明的一个深蓝色的一个布的一个塑胶。那关节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多，零件数的话非常的惊人了，而且大量的这个球形关节非常的多，这个呢可以确保它在变形的时候呢容错率呢会比较高，但相对的呢这个可动度也会提升。而副作用就是怎么样，可能的话呢就是把玩的次数如果多了啊，是不是会有一个松弛的一个状况呢？这个的话呢就很难很难去一个这需要时间的一个考验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啊。首先的话呢，因为零件数非常的多啊，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起啊。首先我们就从头开始说吧啊。它的话呢有一个致敬电影里头啊，异形会伸出一个这个一个装置啊。那它的话呢，只要你嘴巴一张开呢，它就一定呢会这个露出来。那你把它推进去的情况下呢，是强行的把这个嘴巴给合上啊，让它扣在嘴巴里头。你只要一开啊，它就会，那一定会伸出来啊。这个似乎一直抢镜头啊，你还是到一旁去吧啊。行，那我们接着继续看它那个头部啊，你可以翻到这一侧来看，你可能比较清楚啊。这里啊是一颗球形关节在这边，然后的话它后面根部这里呢还有一处的一个关节，所以它头的一个可动性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左右转啊也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球关，以及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双动关节，所以你还可以再把它往后面推一点，这是变形的时候有所需要啊。变形成这个异形女王的形态的话呢，还是把它往前面伸出来好了。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两片甲胄的话呢，不对，头上的这个盾壳啊，这个看到这个头型啊就会想到这个七龙珠里头这个弗利扎大王第二形态啊。当然弗利扎大王的那个第二个形态应该是超这个异形的了啊，鸟上面应该自己也是心里有数，所以很快就让这个造型呢给退场了。那后面这个附近啊，因为变形的需要呢也是可以张开的。后方这个花纹呢刻画的并不算多啊，但是重点还是把握的很到位的。那手臂的可动性呢也是非常的多啊，这根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然后的话呢它是在这个地方一处两处啊，这块小臂啊这里是上下两个关节都可以前后动啊，它是可以变形的需要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往后面反折的，它是有一个打断手的一个活动范围。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又延伸出一个球关，以及根部还有一个前后动的一个关节。OK, 所以它这个手的一个活动度算是非常的大的，手掌也是可以转动。
然后的话，有所谓的一个拇指跟小指的话呢，变形的需要呢是要往后折，所以它也有一个可动性。那其他的几个掌的话呢，就完全是一块部件了。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有做一个渐层的银漆的一个涂装啊，意思也是到了。然后的话呢，腹部前面还有两只小手啊，这个也是致敬到电影里头的一个形象了啊。这两个小手在变形的时候呢，收纳可以说是不可不谓之有趣啊。然后两腿的话呢，啊，这两个地方，如果你喜欢它绽开一点，你可以把它拨开啊。这个果然是异形女王，对吧？那这个啊，当然产卵的地方是在后面啊，不是在这里啊。那这个部件的话呢，你扣不扣是无所谓啊，以及这个地方的造型也是可以上下推动的，看你个人的喜好做一个摆放吧。正常的一个脚的站立呢是一个 chicken leg， 那前啊完全伸直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把它完全伸直给各位看一下啊，它的个头可以说是非常高的，那站立性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虽然感觉像头前面很重，但是你只要稍微的去调整一下啊，这个要让它完全站直呢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头部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手臂的话呢，尽量的呢把它往两侧啊张开，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狰狞一点点，这个站立性还是非常好的啊。加上这个尾巴也可以多少做一点调节吧啊。尾巴的话呢，根部是一个球冠啊，所以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啊，往前往下动都是 OK 的。然后的话呢，脚踝的话也是有个接地啊，以及这个像高跟鞋一样，女王的话总是要有高跟鞋嘛。这个鞋尖啊，都有单独的一个关节。整体来说呢，你能想得到呢，人形可以动的一个位置呢，它几乎也都是可以动的啊。所以说这个完成度啊、还原度啦，还有这个有点金属透明蓝的这种感觉啊，整体来说，尤其这个头型啊，这个就还原度还是真的是做的是非常可以啊。之前对这个产品的期待度就已经比较高，而这一次的话呢，还真的是没有让人失望啊。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异形女王的变形过程啊，因为它的一个配色比较特殊，我怕各位看得不是很清楚，因此呢，我把这个灯的话呢，有稍微打亮一些，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看得更详细一点点。那既然对方是女生的话呢，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把两腿给掰开了啊，把这个地方暴露出来啊，这里啊。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宝盖头的一个形状，下面有两个凸是往下的啊。我们需要呢，把这个指头的中间这个地方呢，给放到这个夹住的这两个这样子啊，去夹住它那种感觉。那具体的话呢，先把这个两手啊合并，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啊，这个地方原本在人形是一个啊，不对，异形女王是伸上来，这个时候把它给缩下来，然后呢，将它给放到这一侧。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把这两个对不对？这个指头中间这个。凹的话就碰这个凸啊，把它给扣进去啊，就会有一个如此这一般的一个形状，非常有趣，非常妙的一个收纳。再来的话呢，这个原本的这个人形的这个头啊，这里是一个球双动关节，包括这个部件啊，都是一个双动关节。我们这个时候呢，把它推到后面，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这个下巴这里有个缝啊，要扣这个凸啊。我们具体的我的做法呢是会先用这个头啊，先拽着这个头啊，把它给扣上去之后。再把这整个部件给往后面推啊，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啊。扣上去之后，后面的话呢，就整个的再把它给往后面，再往后面给推进去啊，还是这样子啊，下来啊。OK， 球冠那个连接杆是朝前，下面那个双动关节是朝后。那如此这般，上方的这个头冠的话呢，就稍微整理一下啊，提上来到这边。头冠的下方呢是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很重要的结合卡扣，这里是有一块凸在这里啊，这个角。OK， 在这里，待会我们会需要它啊。接下来我们先变形手部好了啊。手的话呢，在变形手的时候呢是比较简单啊，这个手这里啊，我们把它给打断手的一个折法，折过去啊。那这些啊，像这个关节就可以动啊，这个其实都不是很重要。你把它密合的时候呢，这些小部件都会自动去扣到一个定位了。那我们接下来是要做什么呢？啊，这个地方啊，刚忘了先把它给打开，调整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手臂的话呢，重点是这里有一块凸，这块凸要转到朝这个身体的内侧。然后这个手指的话呢，反折过来，到这边，手指，他手指本来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把它给反折过来到这边，然后呢做一个合并，这样子，指头把它给合并。这部件的话呢，比较细小一点，但操作也不是说多难。那它的一个关键值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地方，它这两片是合并了，合并之后呢，必须跟这一块凸啊，这一块凸，它们是在同一个面，记得变成这样就行了。另外一边的话呢，我已经先把它给变好了啊，就这个样子啊，记得是这个指头翻上来，然后这个这一块凸在这里，
这个指头跟这个凸叶的同一面，记得这样就行了。那这个地方的话一样是把它给反折回去到这边，好，先这个手臂暂时到这就行了哦。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这里后面的这个啊，背刺的话全部往上推就可以啊，其他的话倒是不用特别去整理它，因为它自动会变形那个定位。以及这个尾巴这个地方记得啊，尾巴你看到这里是有个凸啊，请记得这个凸是转到朝上面，因为它等下是往上折进去，如果你这样子折它一样可以变形完成，但是最后变形方块非变成方块的时候就会多一个凸啊，会导致于说这个方块在地上呢是放起来是不稳的，所以记得把它给翻到内侧去啊，这里要提醒你一下。最后脚的一个变形是非常简单的啊，这个地方顺着方向折进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以及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凸就是要扣这个洞啊，这里不对，先收脚后跟再收脚前跟，然后翻过来是往上翻上去，记得是把这个脚趾是翻到身体的内侧来，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另外一侧我们先把它给变形到这个同样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情况啊，可能待会讲解会比较快一些。到这边好，把这里给扣上去，好，到这边啊。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把这个两个你看到没有，这边不是还有一个洞吗，对吧，它就是要扣我刚刚说的头冠内侧，头冠的内侧是有一个凸在这里这个地方啊，就把它往上翻上来，连同整个脚掌呢给放到头冠的下方去，然后呢还有一个特殊一个角度就把它给扣上去。你先要扣好几个地方，第一是这里这个凸，所以这里有个洞，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凸，它要放到这里面有一个凹槽这个形状，这两处呢是先结合这两个地方，先结合这两个地方啊。那因为有点暗啊，我就尽量的呢是稍微把它拿近一点，摸索清楚一点。好，这样子，这样就扣起来了哦。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后面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地方，手这里有个凸，它要扣进内侧也是有个洞的，这里要把它给扣进去。好的，这里也扣进去之后，接下来要扣哪里呢？把尾巴的部分呢，给这一块部件给翻下来，我们需要这个，有个小小的一个凹槽，凹槽就是要扣我刚一直强调的，手臂内侧有个凸，在这个地方要卡进去。以及这个凸呢要卡进手掌内侧有个洞啊，这些卡扣的一个部件的话呢都是非常明确也非常多，也不难找，也不难找，这样子都可以蛮轻松的去扣到一个定位。这样一来呢，这一侧已经变形了几乎是完成了，这边的变形呢也会是一样的。首先把这个脚整个脚往上翻抬进来，塞到头冠的下方去，然后就是先找我们刚刚说的那两个一个结合卡扣，上面头冠你看到这个洞啊，它现在要找一个凸啊，就在这个里头推一下啊，就会找到了，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这个地方自动卡到一个定位咯。接下来就是把这里啊，这个手掌中心一个洞跟这一块凸扣在一起啊，以及尾巴的这个地方那个缺口跟这个手臂的这个凸一样，是要把它给扣在一块，这些呢都不是很困难啊。以及这个地方啊，手臂这里有个凸扣进大腿的内侧去，这几个地方卡扣都还蛮明确的啊，都扣上去了啊。 OK， 全部都扣到一个定位了啊，接下来就剩下尾巴把它给塞进去。那尾巴的收纳也是比较简单的，一格一格的把它给叠进去就可以了，叠进去，一格一格的把它给收进去，收进去之后呢再反折出来，收进去再反折出来，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最后你看到一二三四剩下四节的时候呢，是直接的就把它给扣进去了啊，这个地方要把它反折，这里把它给塞进去，它有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的角度， OK， 是这个样子。这一带的空间一定要留出来，才能够方便我们这个地方反折下来。那这里的第一节的这个突出呢，要跟它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就这样下来到这边扣上。以及最后一个结合的卡扣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凸啊，内侧这里有个凸，对吧，然后扣这里有个小凹槽。那说扣归扣，其实呢扣的不是很稳定啊，只是做个心安理得的而已啊，似乎只是一个精神鼓励而已啊，我感觉并不是扣得非常的稳啊。然后主要是这两次啊，把它往中间往上面推啊，这样V型的一个推法，这里推这里推，以及这个地方推啊，这个是把这个凸扣进手掌心，扣得更稳一点，下盘的话呢就会非常的稳固。那上盘的话倒是这个，就是这个脚掌跟上面这个头冠这个地方的一个结合。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款异形女王呢变形的过程呢就已经算是大功告成了啊。那我们直接的呢顺便提，它是有附一个收纳盒的。那这个异形的这个
女王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mega box 啊，这个光泽也很好看，上方这个地方尤其好看，非常有异形的感觉啊，这个头冠线条啊，这个完全就是非常赞的一个流线型啊，包括这个地方，这个像是头冠，但这个时候地方呢，有点像昆虫的翅膀一类的这个花纹，非常好看。底盘的话呢，啊，这里就提过了，如果你这个尾巴那一节没有翻过来，这里就有个凸的话呢，这个放在桌上的话，它就会摇晃啊，基本上就是不稳定的。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稍微再把它给压得更密合一点点。它的一个一体性的话呢，还算是可以的了啊。虽然看上去好像都是很浅薄啊，除了这两片啊，我是觉得是扣的比较没有那么稳定之外，其他的部件呢扣的都是挺好的。那我们的话呢，拿出之前的这个小异形，两个的大小呢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一样啊。我还以为女王的变形之后会比较大，其实并没有啊。不过也是因为这个之前的这一款这个小异形的话，它是有一些外挂配件，然后做一个组合的，包括一个这个异形的卵，还有这个爆脸虫，都是一个补充的一个装置。这一次的异形女王呢，可以说是完全的一体变形啊，在人物的还原度啊，变形的一个把玩度，光泽的一个呈现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上乘的一个作品啊，而且是一个福克斯呢所授权的产品的话，这个收藏的价值的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了啊。 Megabox 做到目前以来吧，这应该是我觉得在人形上呢，我觉得是最漂亮的一个，变形也相当之不赖。Megabox 的状况就差不多了啊。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高分的作品，今天的话呢强烈推荐给大家。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